Good Luck Hotpot is the newest place to try out. From their authentic Chinese cuisine to their luxurious ambiance, they definitely went all out. Let's find out more. Welcome to Good Luck Hotpot. As you see, the design of the whole restaurant is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我们是以弘扬中国餐饮文化为前提，服务于全球各地的宾客，让大家零距离体验中国的传统美食与文化。 We really appreciate and please come and visit Good Luck Hotpot. Have you been to China? Have you been to Beijing? And have you visited the Imperial Palace? If not, 我相信马尼拉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地方，可以让你呢享受到像帝皇般的饮食体验，同时它的内饰装潢就好像在皇宫一样。这是哪里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Here we go. 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到了包厢。那么带上了我们的这个战斗裙之后呢，那我们先上一个象拔蚌吧。So let's try the fresh elephant shell。那像我们的这个象拔蚌，大概呢是要放多长的时间呢？大概是30秒钟。Okay, let's try this. <音>而且呢，在我们入口的那瞬间呢。 在我们品尝它的这个口感的同时啊，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可以说是非常新鲜。它非常有一点点，就是说它的嚼劲呢是刚刚好的那种，对不对？就只要是在我们这个一定的时间内，如果太久呢，当然肯定会老掉。接下来这个呢是我们中文是叫做瓜子鱼，而且它是野生的wild sea grouper。 非常的新鲜，而且呢，其实可以从刚才丁店长所描述的一样，它的这个皮呢是稍微让你觉得会有一点点chewy， well the meat is very soft and tender， right？ 我相信今天呢，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大家呢不仅仅呢是大饱眼福，而且呢连肚子都是饱饱的。如果您觉得想要和我一样一起来体验像帝皇式的服务、帝皇式的这个用膳体验，当然我相信只有在我们的鸿运火锅可以感受到，因为看到这么漂亮，这么可以说是。 像宫殿级的一个内饰啊，在马尼拉，我相信不仅不只是马尼拉，整个菲律宾应该没有第二家像这样子，一定要来到我们的 Good Luck Hotpot。